陈小刀也不好使，谁来谁玩，就这牌没个出，谁也出不去。瞄准只需要一只眼睛。全军出击。有人用刀，有人用枪，为什么不能都用？帮你砍两刀。那宝石干啥呢？走了啊，上线补刀去了。油，我是来上学。你怕啥呀？我近战砍他，你有什么好怕的呢？这，哎呀，你抡他呀，别害怕呀，这。你满血你怕啥？你说你能不能站我前面？如果他们觉得我图的是钱和名，那就蠢得不可救药了。亏肯定是亏了呀，小亏吧。干哈呢？这我吃个药。我的时间很宝贵。一口耳链平 A 好闪 ，S 评分。我赢了，我都不用瞄准。彪。不要害怕，我们俩就。直接就击杀，彪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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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彪再彪，闪现 AE 接个平 A， 一过来 A 一下接死亡，来把大剑，兄弟们。这要是有个凯旋就好了，能不能申请带个凯旋，再带个气定神闲？总有人想打听我的武器，左手是白刺，右手是黑刺，背上是鳞刺，很容易记的。彪，再彪，彪，在诺克萨斯是活不下去的。哎呀，完了，把E用了，这E吸的挺长的。可以干，不要害怕，我们可以干。他如果硬跑，那就算了。这才够刺激！要不要来个纹身庆祝一下？
压着来了，没用啊！我这都不掉血，这都。哟，哎一下，平 A 死亡，吃药。哎，一 Q 耳链，平 A 一过来，哎一枪，给我送，小伙子。呀，没打着，哎呀，别怕，来跟我来。别怕呀，怕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怎么还来个近呢？还先跑啊，不急，比如一枪，他可能有闪，我们快跑，走位，再比如，你别让我升六，你让我升六，我把你们都杀了。我生在舒瑞玛，长在诺克萨斯，要是我最后死在了德玛西亚，岂不是很有意思？先出个饮血剑吧，最近比较喜欢出饮血剑了，我发现这玩意儿还得要吸血呀。我们有盾有吸血，就可以把这绿叉给它不出了。你怎么都溜了，我都没溜呢？哎，这人干啥呢？这人又放弃了。往我这儿走，来来来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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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瞎了七级，没事没事，可以打。你干啥呢？干啥呢？要不杀兄弟，你怕什么玩意儿了？谁的点烟？妈了个巴子的奥比亚马带点烟，这我是没想到的。夹住夹住，从小我妈就让我明白，最恐怖的事情不是死亡，而是她发火了。他们薛飞都有点怂，你知道不敢跟我往上冲，不要害怕。这卢仙虽然带着点烟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哇，宝石香炉了，越塔不用害怕，直接跟我越。你怎么给我隔这儿了？你跟我过来呀！
先走啊，这边先走。一宝石，这没办法。丢，我能打死这瞎子，你们信不信？我上一个二人觉得我太不乖。哎呀，他撇了个手雷。人是真多呀。哎呀，这宝石啊，不狼不行。你跟我走啊，你别怕呀。你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你老怕啥呀？狼不狼的？你老害怕什么玩意儿了呢？傻米拉回来了，要你跟我来你就跟我来。我搁他妈塔后断兵线，人家搁那跟人家外号对线去了。别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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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又跑了呢。这英雄大招就是没有吸地的。在这塔后一断就完事儿了呗，我这饮血剑，我这出法无尽，我就不断了。你别拆呀，你拆了你等到十三分钟四五十秒你再拆呀。这没让我动他呀，这一下没让我动，直接给我攻到死。哎呀，我先出宝不进，西兰刀我都不要了，对吧？这英雄西兰刀好像没啥劲。来个远见改造啊，还是有点脆，就是刚才要能技能给他扛住就好了。哎呀妈呀，我去杀卢仙去，走走走走走。有没有跳弹？给我来跳弹快。我最在乎的就是我的战团和家人。卢仙呐，好大！你运气不错，临死前还能看到。这英雄这个近战Q能触发吸血，真是牛皮。我过不去呀，兄弟，我打的啊，这挡不了，追。给我追。拆塔啊。你看，那不掉血呀！算了，不拆了。
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去中路看看去。彪，带的什么天赋？带的正，带的强攻啊！瞎的可能会来啊，这一波往后窜点。如果我们进塔还是不太好打，可以打。比如 A W 一 Q 耳念平 A Q 一过来再平 A A 加一个 Q 加血加一 Q 耳念一过来，兄弟抢我五杀。一波放俩大行不行？这上路对线还没结束呢，回家。再来个什么装备呢？不行，这把我们出个三项怎么样？应该不太厉害，三项还得是这暴击呀、啊。蓝切有点脆，还是这个吧。这出完又感觉自己又是一身破烂，谁胆敢在这造次啊？谁？比如找一下，刚才这个闪现呢，薛飞是有点草率了。搁右边呢，来找到他。把蓝打了。现在千万别让我近身，让我近身就没。比如，再比如，好大！其实这个大呀，没啥用，你知道吧？晕。有人吗？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出来人！快！被我扫死了。回家出装备。我再来个蓝切，有人没？出来人，
好像这有点不服啊，我这一看呢，来 A 一枪，油，再 A 一 Q 耳裂，有没有兵？有没有兵？有没有兵？没有兵，放不了大。你瞅啥？投降了。来吧，斗地主。